一口气看完商朝554年历史。公元前1600年，商汤在伊尹等人的辅佐下，在明条之战打败夏桀，灭亡夏朝后，通过3000诸侯大会，商汤被推举为天子，定都国，国号为商，是为商太祖。商汤建国后，任用伊尹为相，实行以德治商的政策，减轻征敛，鼓励生产，从而使国力日益强盛，致使各部落纷纷前来纳贡归附。前1588年，在位12年的商太祖商汤去世，其子子胜即位，是为商哀王，由伊尹辅佐朝政。前1586年，在位2年的商哀王子胜病逝，其弟子雍即位，是为商邑王。商邑王在位期间，商朝在伊尹的治理下，朝政稳定，国力日渐强大。前1582年，在位4年的商邑王子雍去世，其兄子至即位，是为商太宗。商太宗即位后，不修德政，昏暗暴虐，于是伊尹将他放逐到同宫，自己摄政当国。3年后，商太宗重新向善，悔过自责，伊尹又将他迎回国都，并还政于他。重新当政的商太宗勤修德政，以身作则，使商朝进入了稳定发展时期。前1550年，在位32年的商太宗子至去世，其子子炫即位，是为商昭王。商昭王即位后，辅政功臣伊尹去世，商昭王以天子之礼将伊尹安葬。伊尹去世后，商昭王仍然采取伊尹的治国政策，使国家继续稳定发展。前1530年，在位20年的商昭王子炫去世，其弟子辩即位，是为商宣王。商宣王在位期间，履行商汤之法，是商朝的一代明君。前1505年，在位25年的商宣王子辩去世，其子子高即位，是为商敬王。商敬王在位期间，商朝国力强盛，国家发展平稳有序。前1488年，在位17年的商敬王子高去世，其弟子密即位，是为商元王。商元王在位期间，昏庸无能，荒废政事，导致商朝逐渐衰落，以致诸侯不来朝贡。前1476年，在位12年的商元王子密去世，其弟子纣即位，是为商中宗。商中宗在位时期，勤政修德，治国抚民，启用伊尹的儿子伊稚为相，使商朝再度兴盛。前1419年，在位75年的商中宗子纣去世，其子子庄即位，是为商孝成王。商孝成王即位后，将都城从国西迁到敖。当时东南方的蓝夷进攻商朝，商孝成王集结势力，出兵击退蓝夷，但也导致自身实力大损。前1408年，在位11年的商孝成王子庄去世，商孝成王死后，朱棣争夺王位，最后子发夺取王位，是为商嗣王。此次事件开启了商王朝继承上的九世之乱，自此后商朝开始衰落。前1398年，在位10年的商嗣王子发去世，其弟子整夺取王位，是为商前平王。商前平王即位时，商朝内外忧患，矛盾重重，于是商前平王将都城由敖迁至相，以缓解内外交困的局面。前1389年，在位9年的商前平王子整去世，其子子腾即位，是为商穆王。商穆王即位后，为躲避洪水侵蚀，将都城从相迁至耿，不久后又迁到邢，后来邢地也发生国患，于是再次迁都至毕地，并开始营建都城，立宗庙，筑社稷，使社会经济得到恢复。前1370年，在位19年的商穆王子腾去世，其子子旦即位，是为商桓王。商桓王在位期间，商朝仍处于九世之乱时期，内乱使商朝再次衰落。前1356年，在位14年的商桓王子旦去世，其弟子于夺权上位，是为商熙王。商熙王在位期间，商朝依旧混乱不堪，民不聊生，诸侯不朝。前1336年，在位20年的商熙王子于去世，商熙王去世后，将王位还给了商桓王的儿子子欣，是为商庄王。此举导致身为商熙王之子的子庚心有不甘。前1327年，在位9年的商庄王子欣去世，商庄王去世后，子庚夺回王位，是为商亲王。商亲王即位后，为躲避水患，将国都由毕地迁至郢，而商亲王的夺位之举，又导致商庄王之子子和的不满，于是子和暗中积蓄力量，待机夺位。前1321年，在位6年的商亲王子庚去世，商亲王去世后，子和成功夺位，是为商道王。
商悼王在位期间，商朝内乱依旧不止，诸侯依旧不朝，商朝再度衰落，商悼王已无法控制局面。前1314年，在位七年的商悼王子和病逝，其弟盘庚即位，是为商世祖。商世祖是商朝一位很有作为的君主，他为了改变当时的混乱局面，决心再一次迁都到殷，史称盘庚迁殷，并推行商汤的政令，整顿朝政，发展经济，以至于诸侯都来朝见，从此百姓安宁，商朝国势再度振兴，后世称商朝为殷商。前1286年，在位28年的商世祖盘庚去世，其弟子宋即位，是为商章王。商章王即位后，放弃了商世祖的治国之策，商朝国势又一次衰落。前1272年，在位14年的商章王子宋去世，其弟子敛即位，是为商惠王。商惠王在位时期，曾征伐东夷、鬼方，还制定了商代祭祀制度，为以后的武丁中兴打下了关键的基础。前1251年，在位21年的商惠王子敛去世，其子武丁即位，是为商高宗。商高宗即位后，励精图治，运用贤臣辅佐朝政，使商朝国力得到空前发展，史称武丁盛世。前1192年，在位59年的商高宗子敛去世，其子子越即位，是为商后平王。商后平王是一个积极孝悌的君主，在他统治的数年间，商代的经济文化和国力都十分强盛。据说商后平王以表孝心，为其母制作了著名的后母戊鼎。前1180年，在位12年的商后平王子越去世，其弟子载即位，是为商世宗。商世宗即位后，在国内进行改革，减轻赋税，大力发展生产，并创造了周祭之法，是中国古代特有的祭祀系统。前1160年，在位20年的商世宗子载去世，其子子仙即位，是为商贾宗。商贾宗在位期间，羌方屡犯商王朝，商贾宗多次出兵讨伐，但没有完全征服，使之成为商朝的心腹大患。前1156年，在位4年的商贾宗子仙去世，其弟子萧即位，是为商康祖。商康祖在位期间，羌方再次侵犯商朝边境，商康祖多次发兵讨伐，擒杀了羌方国，占领羌方部分土地，但依旧没有根除。商康祖晚年信奉巫教，使巫教势力大增，一度危及王权。前1147年，在位9年的商康祖子萧去世，其子子渠即位，是为商武祖。商武祖在位期间实行残暴统治，导致四周方国相继叛离，后来因黄河泛滥，将都城迁至黄河北部，过了几年又将都城迁到漠，并将其邑之地赐给周部落首领公胆库，以至于周部落日渐强大，为商朝灭亡埋下伏笔。前1113年，在位34年的商武祖子渠被暴雷震死，其子子托即位，是为商匡王。商匡王即位后，重用周侯季礼为牧师，负责征伐事宜。季礼利用商匡王赐予的征伐大权，先后兼并了呼戎等部落，周部落逐渐强大。于是商匡王下命囚禁季礼，并将其杀害。至此后，商周关系恶化。前1102年，在位11年的商匡王子托去世，其子子宪即位，是为商德王。商德王在位期间，商朝国势已趋于没落，东方夷人各部趋于强盛，不断侵袭商朝统治地区，严重威胁商王朝后方。前1076年，在位26年的商德王子宪去世，其子子寿即位，是为商纣王。商纣王在位期间，营建朝歌，生活奢靡无度，加重赋廉，又推行严刑峻法，引发了集团内部矛盾，也动摇了商王朝的统治基础。前1046年，周武王联合雍羌等部族，对商王朝发动了牧野之战，商军大败，在位30年的商纣王子寿自焚于露台。至此，享国554年的商王朝灭亡。